看一下，这昨天晚上倒的这两棵树，我车吧正好是从前面的。这棵树吧，要以前车停这个部位，停这个部位开都开不出去。然后那个雨伞没找到，应当是刮那边去了吧？哎呦，从这边，你看来这么晚啊，雨伞还是没问题了，直接刮这里面来了，一会儿把它拿上来。哎呦，里面满水了，拿不起来。哎呀，这伞这个头绝对没毛病。哎呀，这又转了啊，还是没毛病的这伞，质量相当的不错啊。